养出水嫩剂极净二合一的卸妆水。来，我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本身就是油性肌肤的，夏天很容易流汗的，也很适合用卸妆水。再来，你跟我一样，你有接睫毛的朋友，千千万万不要用乳跟油，因为呢，它会造成你的假睫毛掉的速度很快，以外，它会去拉扯到你的真睫毛。我们现在马上就为大家来现场做个实验，假装它这边呢，我们先从擦防晒开始，好不好？还有粉底上个蜜粉，还有眼线笔，然后呢挤在这个化妆棉上面，轻轻的做擦揉，你就可以感受到说，哎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状态就已经卸掉了。我自己呢，如果今天眼妆上很浓的话，我会做厚敷，用化妆棉沾湿一点，然后敷在上面，然后敷久一点，然后再轻轻的给它带下来，它就干干净净。对，这个就是保湿测试笔，来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好，我给大家看，你看到也看不到，好，好，出来了，来，保湿度49%，油脂18%，这样子算是非常好，因为它是显示绿灯，因为它有精华液在里面，所以它才会像我们刚刚有现场实测卸妆的状态，它的保水度是很够的，因为它除了帮你卸掉脏污之外，它还有补充一些营养在里面，所以它其实是相对滋润。